欢迎收看你还要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许少瑜，今天有一件大事要跟大家宣布，我们女孩要干嘛呢？第二季要开拍啦！耶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邦志。Hello， 我是宁雅。我是子珊。我是紫薇。那少宇身为第一季的主角，帮我们介绍一下女孩要干嘛？我觉得他在讲一个情侣之间的一个课题，然后每一集都会有一些状况或是信任的一个挑战，那要怎么去克服这样子？那现在我们女孩要来主播录出了，对，第一集大概是这样。像女孩播这么多集，那你对哪一集印象最深刻？第九集吧。第九集为什么？因为那一集就是有一场喝酒的戏。他怕你生气吧？其实我都知道啊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真喝？真喝？有喝醉吗？有微醺。他前一天就喝。喂。先培养，先培养，先培养。喝很久一次，怎么还没有酒醒的感觉？然后一直沉浸在那个酒醉的感觉。快乐。像我们里面啊，像我跟他就有感情线，然后蜜雅跟邦芝，那你的话，你什么意思？就可以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，不然现场给你一个选择的一个小游戏，哦，这么好？对，给你一个小游戏来玩，让你选择一下。来，小甜甜安心雅，这么快就开始选？有点太突然。小甜甜，小甜甜黄木言，小甜甜，小甜甜邓紫棋。邓紫棋，邓紫棋，张起灵，邓紫棋，邓紫棋，鸡排妹，邓紫棋，邓紫棋，郭雪芙，邓紫棋，邓紫棋 ，no no， 就是孤丸，郭婉君，哦，邓紫棋，邓紫棋，林子珊，林子珊，喂，怎么会这样？选吗？对吧？林子珊，简廷睿，林子珊，林子珊，谢杰林，林子珊，林子珊，托比。托比是自己加的吧？刚才都没有，脚本没有。托比跟豆花美，托比跟林雅，还有什么雅？哇！那如果少宇现实上碰到远距离的状况，你会怎么样？没办法，因为我想要见对方的时候，我就想要马上见到。可这样太霸道了吧？没有啊，就你想一个人就见不到，很痛苦。那问题怎么办？那剧中不一样，会跟他。那你们其他人可以接受吗？我觉得可以吧，我是 OK 啦，就彼此都相爱就好了，距离不是问题。不要这么大声。我也 OK。真的假的？就是也不用见太多面吧。就是没有，就大概一个礼拜。见个一两天是 OK 的啦，我是可以接受，我是可以接受，因为我觉得就是，如果真的在一起以后结婚，要在一起很久，所以那个永远，所以在一起都是为结婚为前提，基本上是压力好大，没有压力好大，等一下，关你什么事？我问你，压力大，那子珊呢？我距离不是问题，那什么是问题？就是两个人相处。那你姐弟恋可以接受吗？我可以，因为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。如果这么多都不是问题。对，我没有像你一样问题。你都是个问题。你们两个女生喜欢我们这三种男生哪种类型？就你虽然喜欢霸气的少女，但是如果真实生活，我觉得比较喜欢阳光型的。对，因为这样生活会比较快乐啊。那霸气不快乐吗？不快乐，自己快乐吧，你自己快乐。好的，因为第一季的话呢，大家都知道少宇是一个比较霸气型的男友，我是比较不一样，我是属于那种比较阳光型的，但是又带一点小害羞。面对喜欢的女生的话，我其实不太会用很霸道的方式去追，我也就是可能对她做一些恶作剧啊，干嘛的。之类的，对，稍微小的，对对对，就是幼稚，幼稚，对我就是幼稚。那你遇到你喜欢的人，你会比较主动，还是你用什么方式让他知道？我觉得我是比较被动型，因为我比较慢熟。就算你很喜欢他，你也不会。可是我会怕他不喜欢我，所以我就不会主动。比较失败，害怕。
对。那换到我们的傲娇美少女，因为呢，她在剧中是一个傲娇的公主型。等一下，我要反驳，那不是傲娇，那是性格型。OK。而且她不是那种没有礼貌的骄傲，她可能是比较坚强，就是我可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那一种。那你只要一说动她，就什么说动她，可能就软掉。就是用对，我去按摩，然后做 SPA， 然后我就直接把那 SPA 喝一半，因为我也很水。SPA 不是精油，精油，我真的，它是那个味道哎、欸，就我就喝进去之后觉得，好像稠稠的，然后怎么凉凉的？那是多渴啊！然后我就直接喝了一半，因为你知道后来我去吃了东西之后很饱嘛，然后就打嗝，都是精油的味道，一鲜鲜的。对，不是邪味吗？没有，然后我回来拉屎。OK OK， 很长。那像你这样的女生，应该比较需要人家照顾吧？对不对？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拿个水啊。可能子珊讲那么多口渴了。好会啊！那像子珊，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生？都没感觉。无所谓，都没感觉。什么？那你在剧里面啊，是比较属于呆萌型的？那你在现实生活中也是？我。因为我本身是学体育的，所以在体育方面我可能就是比较自信，然后平常生活中的状态没有呆萌，只有呆。对，只有呆，只有呆，没有萌，对，没有萌，只有呆。那你会喜欢跟你一样阳光的女生吗？我觉得当然很好啊，因为我本身很爱运动，所以如果有个阳光的女生跟我一起运动的话，我会蛮开心的。那你都会带女生去哪里约会？像跟你一样去运动吗？游泳池之类的？子珊喜欢在哪里约会？不好说，我也不好说，我也不好说。我想知道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右手红色，对。其实今天最 sweet。好，紫薇是左脚红色。哇，这其实很滑哎、欸。少鱼右手绿色。邦治右脚悬空。右脚悬空。从现在开始。所以我现在要这样子。紫珊右脚蓝色。好，宁雅右手绿色。哎、欸，那我换一只手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右手绿色，右手绿色吗？我一定要，对，脚一定要悬空。你要不要放弃？不不不不不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脖子会扭断。我想输一半。左脚绿色，这什么姿势？太简单了吧？快点，谁要输了？你悬空的是哪一只脚？右脚。右脚，我现在可以。欸、你不能扣在我身上，扣在我身上。左脚悬空。耶、yeah! ！好，脱脚啦！初吻在什么时候？其实我初吻就是以前那个小时候玩那个国王游戏，然后就学长问太多。放过他了是不是？不是，听就知道在说谎啊！哦，惩罚道具，惩罚道具，再给我上台。哇，好可爱。OK 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快到尾声了。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，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女孩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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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你啦！哎，我们那个刚刚要一起讲吗？女孩。